Hello，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地产世界，我是陈 Cind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 Exceeding Lending 的Vivian Broker，他是 Mortgage Broker，大家可能在网站上，在 YouTube 上也非常熟悉。就是说 Vivian 的话，也经常是个知名博主哈，关于房贷方面。所以呢，今天有幸邀请 Vivian 来参加我们的地产世界。那我们当然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就是联储最近加息的事情啊。那在加息之前呢，大家都在 speculating，就是说哇，这个现在因为银行最近的情况暴雷，所以呢，大家都在想是不是这次的话呢，联储呢就要比较怎么不会那么激进了，或者甚至是会减息，但最后结局出来什么？加了25个基点。那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看从贷款这个角度，这边跟我分享一下，那对市场和民众来说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Hello Cindy，好，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啊，如果说美联储加息的话呢，它的基点呢就上升，fund rate 就上升了。那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到了4.75和5之间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民众来讲，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尤其是一些小业主，如果说你要想拓展生意啊等等的，那些借贷成本呢，其实呢无疑呢就是上升了。今天我们美联储是加0.25%啊，还是0.5%啊？其实呢，对于老百姓来讲啊，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大家现在要抗通胀嘛。所以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些借贷的成本上升以后的话呢，那么至少在短期内，我们还是可能会看到一些商品啊，或者是一些服务啊，它的一些成本呢，就会呢转嫁到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上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消费者我们的一个 disposable income，它的一个支出的话呢，肯定呢也会呢受到影响。然后就是那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就是 Fed 它现在包括就是 FDIC 啊，还有 US Treasury，商量一致，就是说一定要拯救这个什么银行危机。然后同时呢，他们还就是加注了在那个什么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加注了4,400亿的那个就是看那个什么 bank reserve，是。我觉得是不是到时候最后还是大家民众来买单，特别是中产阶级是吧？那这样的银行危机是否影响到了就是美联储将来加息的角度？那房市呢，特别是从贷款角度来说，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在硅谷银行宣布倒闭以后啊，后来呢又是这个瑞信银行啊，接下来还有将近190家银行，对不对？可能会是面临硅谷银行的这些命运。所以其实2023年我们这个银行业的危机啊，其实真的是还存在啊，这种风险的程度，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容忽视的。那像刚刚 Cindy 也讲到了，就是随着我们 FDIC 它这个存款保险基金啊，因为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倒闭嘛，所以它已经开始蒙受这个损失了。所以呢，这些银行可能对于将来就是已经投保的这些储户，因为我们知道银行存款你不超过25万美元的话，如果银行倒闭你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接下来如果说再有很多银行倒闭的话，可能对这些储户它都会造成一些潜在的风险。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美联储宣布加息的这一天呢，其实 Janet Yellen 呢，我们财政部长他也讲了，他说："哎，如果说像这种银行倒闭以后啊，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当然他4400亿这个是可能是给自己先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储备金。如果说万一再会有比较大的银行倒闭，他可能我们这个国家可能会去出手援助啊。但是他说，如果说国会没有批准的话，那他不会对这些所有的银行存款呢是提供这个保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也就是说。"就大家现在等于说，不管是民众也好，或者甚至是投资者也好啊，就是这个信心啊就被打击的蛮大的啊。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其实美联储它在加息的会议上呢，我觉得个人认为它还是为了这个把这个大家的一个信心啊要保持住，所以呢，它还是呢在讲说啊，虽然前面都这么多暴雷的事件，它还讲说，哎呀，金融市场其实还是稳定的啊，那就讲说这些事态。会导致家庭啊、什么企业啊这些信贷啊，这个条件会我们会收紧啊，而且呢，对我们这些什么经济活动啊、就业啊、通胀都会造成压力。但它还是就是为了稳住几个大部分的这些投资人，尤其是华尔街这些，那么就讲说，哎呀，你看美国银行体系呢，其实还是稳健和有弹性的啊，这个是他当时的这个讲法啊。那他当然也知道说，你看银行业的这个暴雷可能就会引起像多米诺骨牌这样子。有可能，如果说接下来真的会发生的话啊，那么就会触发整体的一个经济危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看到，其实鲍威尔他在银行业暴雷后，他这个加息的角度呢是稍微呢缓慢了一点。之前呢在听证会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强硬，要加0.5%，但是呢最后呢我们看到他只是呢加了一个0.25%。因为我们在是第95期里面给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有些银行是 too big to fail，很多的那个民众呢就开始把钱就从小的 regional bank 现在存到银行去，所以这个就是。
连锁反应非常快捷，非常明显哈。那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跟那个 Vivian 也跟大家一起聊聊，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说联储会开完以后，大家好像从就是说 Powell 他讲话的这个言语中，大家好像在寻找蛛丝马迹，就是说，哎，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好像就是 Powell 现在有点什么要缓和加息的脚步，是不是代表就是说联储加息潮是否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抵抗通胀的这个胜利在望？但是我看最近的数据好像 inflation 就从它的 core index 也就是 core CPI index 来看， housing 和那个服务 service 其实好像没有 inflation 好像没有降下来，还是居高不下。那你觉得联储加息潮是否已经接近尾声？对，其实啊，我也看了，因为我们其实在看二月份的 6% 的这个通胀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了，其实它一个尤其是一个核心的，就是我们讲的是 shelter price， 它其实在二月份呢它是涨的，而且呢还是涨得蛮高的，我记得好像是5点几还是6点几，比去年同期。这个呢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房价是从去年的5、6月份开始啊是往下走了，大部分的一个情况是往下走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租金它是延后的，而且呢我们又对比二月份我们新出台的这些房价呀，有些地方啊虽然说整体它还是呢有一个微微的往下跌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在不同的地方呢，哎，它有些房价呢又是呢在抬头的，所以呢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看到这些实际的里面的这些数据来讲的话，就很有可能啊这个通胀啊不是说是像大家看到的，哎呀我们会啊好像很快的呢就能够呢把它压下去啊，因为呢它的核心的啊就像刚刚 Cindy 讲的，这些核心的 CPI 的这些指数啊并没有说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你不像说是这些能源啊等等的，哎它可能呢，哎，现在呢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缓解了啊，所以呢我个人呢也是认为，虽然这个美联储它在开会的时候呢它的确也是暗示了，就是说，哎，可能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次加息，我可能就要停止加息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美联储它其实经常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啊，对不对？我们去年的时候也一直讲不加息，不加息。然后其实很多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经济学家他们也讲说，哎，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就讲说应该要加息，但是2021年的时候美联储就讲说我们这个通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不会呢是会上升的，结果呢到了2022年呢就没有办法了，从3月份开始就不停的啊一路这样子加息下来，去年加了7次，对不对？所以呢我个人也是觉得，虽然他是这么讲了，一方面呢我相信他可能也是要为了稳定，还是希望要稳定整个的经济，我个人认为就是政府还是希望要有一个经济的软着陆啊，但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er，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再继续呢要看一下，就是说接下来这些数据的一个走向，还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政府你接下来会是做些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你现在你已经拨出了4400亿了，那你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涉及到又是要印钱，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已经经历了，对不对？之前两年大肆印钱的一个恶果，就是这个通胀就是不能控制了。所以这些东西的话，还是要看后续，尤其是政府它后面还有些什么政策，根据接下来的这些啊，比如说银行业的接下来这些走势，我们再来看。是的，是的，完全正确。然后另外我觉得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你对下半年2023年的就是利息预估，同时呢也是对房地产预测，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是认为是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市哈，房市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它的影响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啊失业率，对吧，还有呢就是供给的情况，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贷款利率，这三个是最表现的，这个三个情况呢会影响这个房市啊。那我就觉得说，那你看这个银行的危机它就非常有可能啊引发经济的危机，最近这一个礼拜这个股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动荡啊。那么经济危机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很高的这个通胀啊，通胀影响下呢，那么因为大家的这些借贷成本等等的都增加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企业呢它也要收紧它的开支，那么接下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失业率的上升啊，经济危机以后失业率就会上升，那就会有很多人呢他是还不出钱了，就是付不起这个房贷了，那么房源呢它就会呢有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的时候呢，我们哎，美联储它就会又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利率了，对吧？这个利率呢和我们贷款利率也是息息相关的，它有可能呢就是停止加息，要不要做出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了。那么这个
我们的贷款利率呢就会啊一直呢会往下开始往下走了，08年也好，2000年也好，甚至是我们看到推到前50年所有的这些经济衰退的时候，经济危机的时候呢，贷款利率就会往下走了。但是呢我们同时呢也看到了啊，经济危机初期的时候大家都是没有能力去负担的，因为你房源不断的上升，就是因为你没有钱付这个房贷了嘛。那美国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要有这个贷款才能够买得起房子的，那你初期因为失业率上升了，没有 income 了，你就付不起这个房贷。所以即使我们看到这个房源啊在往上走的时候，我们的房价它还是会有开始会下降的一个趋势，因为是供需嘛，你的供给多了，但是你的需求在下降，所以你房价还是会有下降的趋势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恢复期短的话啊，那么呢房市呢它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上升的通道。其实我们看到2000年的时候，它的一个房市的上升的一个通道它还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呢就恢复的。但是呢像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至少要到差不多3到4年。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房价从08年一直是到了2012年的年底啊是才触底，然后呢在2013年年初开始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啊。那我们再讲回就是说我们这个加息啊会不会是到尾声了。当然鲍威尔他当时在会议的里面他的确是暗示了，就是说哎，可能比我们之前的预期呢要结束的早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哎呀，很多媒体都是大肆的报道说哎呀我们接下来加息要接近尾声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讲说他暂停加息，肯定他也是会看，因为其实鲍威尔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在那个前两个礼拜周二听证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单单是看数据的一个人啊。很多时候大家在问他对房市的影响啊等等的话，他都是讲说哎呀是啊会对房市影响啊，但是我是就是要把这个通胀降低，就觉得他就是非常会看数据的一个人。那么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情况下呢，逼迫他可能就是要做出暂停加息的，就是可能要快一点这个脚步啊，因为有可能经济在接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看不准嘛，所以有可能经济由于银行业的这些暴雷的情况，有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因为才刚刚开始嘛。那他如果是降息的话呢，当然那肯定我们股市啊等等的这些它又会呢有一个提振，而且呢你一降息或者说你停止加息的话，其实就意味着接下来啊对我们企业的等等借贷成本它可能就会往下走。其实像这个礼拜我们的贷款利息已经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了啊。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你停止加息了，那么我们的通胀其实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这个就是被抑制，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继续在关注的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三月份加息的时候呢，很多官员美联储的官员他都暗示说哎呀我们大家差不多加到 5.1 之后啊就可以停止加息了，所以呢就感觉说可能现在目前按照他们的这个走向，可能只会再加息一次他就要停止加息，然后呢24年到25年呢他会开始降息啊。毕竟就是说现在也是很多的投资者的信心真的是受到打击，所以呢大家现在都认为说经济衰退可能就在眼前。比如说星期五的这个大新闻就是德意志银行，我不知道 Cindy 有没有看，它这个股票呢就是在我们美国的这些银行的这些暴雷以后呢，它也是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啊，它是大概连续三天下跌了大概有10%几，其中有一个有 一度是下跌了差不多15%啊。那么呢到了星期五的它这个股票是下跌以后，而且呢前一天星期四晚上也是呢很多人呢等于说呢是买它要下跌。所以呢在这个欧洲的中央银行啊他们的这个发言人出来发言以后，就是其实我们这德意志银行它是非常 profitable 的，而且呢整个的欧洲的银行体系呢也是非常稳定的，那它的股票呢才稍微呢就是回来了一些啊。所以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不稳定，也就是表示其实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呀对于整个的不单单是美国的，其实整个的这个银行体系可能还是呢有一定的这些担忧的。对对的，就是想问一下，肯定的话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因为银行暴雷各方面都开始嘛收缩政策了，那这样的话 tighten up the credit， 那信贷收缩的话就无害不会影响到什么，肯定会影响到经济了。那政府呢又对 recession 的反应，就是说特别就是刚才说到了发钱 right， 那这样的话对房市来说还是从它的 inventory 啊从 sales 来讲的话，那会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从 mortgage 角度来说。对，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政府它还是一直我自己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也好，其实它都是在
不停的其实在悄悄的在后面印钱啊。虽然我们知道说从去年开始整体的主流的新闻都是讲说，哎呀，我们不停的加息啊，要降通胀。其实我们知道像去年的话，这个12月底的时候，其实 Biden 他就签署了一个 1.7 万亿的啊这样子的一个2023年的财政支出。当然他有近一半呢都是给到这个军费的支出，以及就是我们讲这个乌克兰啊，去资助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国家。那还有其他的这些支出呢，就是各种各样分门别类的啊，就等于说是发钱， RS 也是123亿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些支出啊。那我们知道其实你只要是啊往这个市场里面去放钱的话，那么市场上的这个钱它就会呢就多出来。再加上我们刚刚又提到的啊4400亿，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像最近像我们加州啊这个 Edison 嘛，又是给什么这个电什么奖励了，又是什么燃气你又是可以低收入去申请了。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 LA City 你的这个 rent control 它的这个就是租客不能赶租客，租客如果说啊这个欠租金的话，你只要能证明你是因为 COVID 影响的话，2024年的3月份之前你去还给你的这个房东都可以。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最近非常非常火的这 20% Dream for All 20% 的这个首付啊，政府补助的20% 的首付的项目，其实这些都是变相的呢就是说在还是在往市场里面注钱。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政府它是希望经济能够有一个软着陆，不像08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说是能够啊把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啊在短期里面解决。那不能在短期里面解决，那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很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房价呀它还会继续涨。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银行业又出现了问题。那本来呢大家觉得说呀加息了我的钱放在银行里面挺好的。我这个啊本来是零点几的，现在我们定存有些可以到五点几了。但现在你银行业出问题了，这个钱啊又非常的不安全了。那股票呢，那股市呢更不用讲了，是个上上下下的，这很多人根本就啊不能够承受那种心理压力。那我们房子的确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硬资产呀。所以呢就是看来这个房市啊经过这个银行业啊，我个人觉得至少在今年这个短期啊，像这今年上半年这一波这个行情里面，很有可能这个房市啊还是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分析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房源，因为房源我们讲的供需关系嘛，金迪肯定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房子现在又开始在抢房了啊，又是抢房大战了，你的房源不够啊。这两年的COVID-19 下来，就房源和我们疫情前还是要比疫情前要差一半的房源。所以你说这个房地产怎么是能够说是像大家觉得说哎呀像08年一样我可以捡一个白菜价了，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可能。你觉得呢 Cindy？你的观点我完全能够 echo， 因为真的是就是这个 demand supply 供需关系，就是说，而且的话，特别现在因为什么银行暴雷破产，那现在的大家觉得我的钱放在银行都不安全，我放哪安全啊？我肯定就放到刚性资产，刚性资产就是你说的硬资产，就是 real estate 是最安全的，是吧？你放银行还会有银行破产的风险，你会放到股票还有什么，还有破盘的风险。那房地产你只要选对 location， 选对地方，选对资产。它是可以什么？它是一个增值的 appreciating assets， 所以说呢，是我觉得现在抢房的节奏，等于是他们不是我们在说的什么春季的小阳春，然后经过银行危机以后，那现在变成小阳春，我觉得现在变到大阳春了，现在大家又在开始抢房了啊。Anyway， 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非常感谢点今天抽时间来参加我们地产世界的访谈节目啊，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如果真的是觉得你在里面有收益的话呢，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点赞、关注、加支持，或者还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欢迎跟我们互动。然后还有什么话题你希望能够听到，就是 Vivian 能够跟我分享更多的关于贷款有关的知识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听什么样的话题。Again， 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那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我们下期再见。